哇！嗰人咩事？点解喺度四条命嘅？唔系又系外挂啊嘛，大佬？冇乜人，其实冇乜人会砌四个续命嘅人，即系四个续命嘅卡牌嘅，真系外挂。你睇佢啲格数，你就见到咯，黐孖筋，啲格多到，点搞啊？又呢啲唔使玩都已经知系外挂嚟噶啦。哇！即刻 ban，即刻举报嗰啲，唔使呢啲。check IP 都唔需要 check 啊，一定系外挂，因为我睇过咧，系绝对冇可能三百血嘅，砌卡牌系冇可能三百血嘅。唉，今场又可以睇佢表演啦，同埋咧佢 B 字头嗰个应该系无限弹嘅，快啲 hit me，OK？诶，唔系我可以自己揿放弃嘅，嗱你有得睇啦，睇下个位，嗱你啦，好，我哋。整走个 cam 先，你见到啦，依家咧佢左下角290血，跟住咪有个三角形嘅，唔系正方十字嗰个咧代表佢续命数四个续命，跟住佢个子弹数咧右下角1339啊，系冇可能1339嘅，其实系啦，佢有几个唔寻常嘅地方，第一就系血量过多，第二就系续命过多，第三就系子弹数过多，三样。系，跟住同埋咧，你见到佢个 buff 咧，佢个 buff 左下咪写住15嘅，佢个 buff 15咧意思系，当你个队伍杀咗15次特殊嘅怪，即系特殊嘅感染怪咧，就会一路递增上去，最多15次，越多咧咁伤害越高嘅。但系其他队友咧系冇呢个 buff 嘅，咁证明咧佢一定系外挂噶啦，系啊，必定系外挂。唉。究竟重群仲有啲咩玩？一撞又撞到外挂仔。